大家好，我是西游记品牌代言人和高远竹保护大使丁志珍珠。过去的一年，我和西游记一起发现了松茸的修护力，这一次我们又在自然中探索松茸的新能量。西游记小墨烯精华重磅上新，核心添加来自香格里拉的珍稀松茸，与生俱来的防护和抗衰力，日月生新，内外强韧，自然抗老，自然安心，给我一起开启新的珍稀之旅吧。西游记开创松茸修护抗老，发现他怀疑你的话，你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杀伐果决的，在游戏里。不然我才不是啊？是吗？那游戏里是的。因为你变聪明了，所以你会杀他。你们看到冰针了吗？看到了。他看到冰针无论如何都信任我吗？看到了，他后来的采访还说他觉得您是最聪明的。那他无论如何都相信我，他说，后来他跟我说，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。哇！然后我说，那你为什么要相信我呢？因为我要相信你。是吧？就算是做坏人，也和你一起。棒不棒？棒。他好棒。真是个好孩子呢。是个好孩子。黄子韬怎么忍心骗丁真的？浩哥，八十的，咱们俩换吗？对。行，那走吧。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我也相信你。行，换。你被我感染了。现在你跟我是一帮的，我们俩就是非常纯粹，就是互补了。我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对。